追求完美，不放过任何细节。我穿的衣服、戴的手表，每一样都要符合我的品味。就像我手上佩戴的浪琴表 Conquest 征服者系列，由不锈钢和独特的陶瓷材质打造而成，完美体现优雅运动腕表的精髓。让我看看 ，Master 巨珀系列以鲑鱼粉色面盘搭配烟莓灰色指针与小秒盘，再加上细致的鳄鱼皮革表带，高级又优雅。传说中的浪鬼跨时区升级，全新深海征服者两地时区腕表，搭载浪琴表独家 GMT 机芯，棕色陶瓷单向旋转表圈，配备第二时区 GMT 指针，配上不锈钢表带或以回收材质制成的米色表带，绅士与休闲感兼具。果然，只有浪琴可以满足我的需求。在这个科技发展迅速的世界，生活购物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很多限制。以顶级羊绒起家的 Brunello Cucinelli， 衣服配件总是展现出对精湛工匠技艺、设计品味的追求。商品精致陈列的实体店依然存在，但是逛街多了更好玩的体验。轻质牛仔夹克，休闲不失正式感，是不能错过的单品。当然也不能漏掉针织开衫，羊绒、羊毛、桑蚕丝与羊驼毛手工交织，展现传统针法的魅力。松茸的羊绒混骆驼毛面料，加入飞行员夹克，辅以极致柔软的剪羊毛衬里，凸显动感和摩登的气息，经典又不失趣味。真不愧是有着 Cashmere 之王称号的 Brunello Cucinelli。啊，就是这里，线报指引的方向，进来看看吧。奇怪，在哪里？怎么会没有？线索分明指出，我身上这套 Mayfair MTM 定制服，版型修身，适合年轻客群。明明说了有秋冬新款，怎么都没看到呢？让我看看啊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这件 Rolleges 羊毛羽绒外套，面料有威尔斯王子格织花格纹细节设计，帅气有型，好搭又保暖。还有美利诺绿色羊毛拉链毛衣，都是 Dunhill 的最新秋冬款式。今年秋冬必备的另一款羊毛外套跟毛衣，使用 100% 的羊毛制成，保暖却不厚重。这个柔软的触感，有了它，再也不怕寒流来袭，没办法帅气打扮。等一下，那边放的难道是？最新款的 Hybrid 系列黑色 Chelsea Boots， 简约又富有细节的设计，任何风格都非常适合搭配，这也是必须要带走的东西。线报果然没错，秋冬新款的首选就是要到 Dunhill 找。Manners make the man。 身为一位优雅从容的男士，服装仪容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就让我来为大家上一堂课。材质的挑选与颜色的搭配是最好展现出男士品味的一种方式。像我身上这件落马红棕色的 Elba 衬衫外套，简约款式，颜色却带有企图心，相当亮眼。如果你是比较低调的个性，也可以考虑选择中性色系的外套，搭配简单内搭白色连帽衫。你看，怎么穿都好看，好像还少了点什么啊？有了。身为一位穿搭有型的男士，鞋柜里绝对不能没有一双好看的休闲鞋，穿上之后气势都不一样了，走起路来优雅从容。想成为真正的型男，就必须到 Zegna 一趟。你想要的都在台中大圆柏。